women's floor, Zhongnan, China.我们看看中国选手张楠能不能完成一套非常漂亮的自由体操。好，他的出场动作是团身后弯两周，夹转360度。这圈是直体后弯转体1080度。好，这是单腿立转1080度，好，这是屈体转体720度。好，团身前后翻单独落接直体后翻转体900度。好，到现在为止他的几圈跟头完成的非常出色。这是单腿立转720度，马上接团身转体。好，他的接束动作是屈体后翻两周结束。好，这套。